从来不说话，他拿了三锤三连冠，他就是安琪。安琪，没有人回答。安琪，安琪，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。我的目标就是赖在这个舞台上。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。恭喜我们的清新小曲获得 vocal 位置第一的好成绩。在你身边是谁？永远不会松弃，我会一直努力。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一定只有路口，没有尽头。纷纷扰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了解，只要让我留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佳慧传媒的玉言。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我愿意安静地活在那。